你们能你们卡吗？你们卡吗？你们能听到我讲话吗？Hello 呀，晚上好，给你吧。等一下我 ，Hello， 等一下我。稍等一下我，稍等一下我。我现在在弄酱。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我。那大家可以先吃的。好的。我不是张冉冉，不是把你吓掉一次。什么？哈喽，给你们看看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拜拜。真的吗？你要来上海看我了吗？我把这个调一下。我们要开始了，我刚才去调酱了，但是为什么感觉不太好吃的样子？感觉不太好吃耶。哎嘿，但是我这边还是有点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卡吗？谢谢小可爱的应援棒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真的好像说不了话耶。哈喽龟龟，你来了宝贝。谢谢龟龟的巧克力，还有小白菜的奶茶，还有坏坏的奶茶。下冰雹怎么会？哈喽呀，晚上好。你们那边怎么会下冰雹啊？为什么今天上海可热了？我相信因为有一次重庆也是，就是下了那个，当时那几天特别热，然后那几天热完以后呢，然后就冷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今天上海30度，真的很热。好呀，这边点了2份肉，一个鲜牛肉。好的。
不刮嘛，我今天不刮嘛，我今天不刮嘛。谢谢4741的一元棒，等一下我把它放进去。我今天很花呀，哦，我今天很乖呀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么乖。谢谢瓜皮的奶茶，还有阿乐的奶茶，对吧？我也觉得。不是我才看到你。不是，现在还卡吗？现在还卡吗？好了是吗？好了是吗？现在是不是好了？不是，刚才我记错了。好了是吧？好了是吧？你怎么送卡了呢？不对，可能是不是刚才我那个照的背心啊？这是在那个火锅店。谢谢充满希望的一元棒。不行了，我。谢谢西蒙的奶茶。哦，他看到我们在直播，哎，他很贴心的送我们一个这个。什么小粉在哪里？我是瓜。我是瓜。我直接坐在陆游旁边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好了是吗？这个要不要加汤的？应该要加吧。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在弄东西，我就没有看见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吃青黄小馒头。我不会知道衣服上的。等一下，要不我先吃东西吧，你们觉得呢？还是说我找一个角度，然后为什么他是小 S 呢？Hello， 不是，我要调一个角度，但这个角度也很怪耶。你们是来我这儿团建的，我发现了。对呀、啊，和他一起。不过为什么西蒙是那个？是小 S 呢？这样应该就能看到了吧？啊，我好饿。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谢谢西蒙的奶茶。不是，为什么你们叫他小 S 呢？为什么你叫他小 S 呢？为什么叫他小 S 呢？SS， 对呀、啊、就是 SS 呀。啊，哦是吗？就是 SS 呀。我要给 SS 磕个头。手抄 SS 的那个什么手，你很大声吗？又没有人看我们。
播到几点 ？SS 说到几点就到几点。什么？学过什么？不是，我真的，我真的原谅我，原谅我，不是，你不要带节奏，坏坏。你好，你那边几单？不是，为什么你能听清，你们能听清我讲的话呢？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对我好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们对我好一点。好了，以后你们都混着来。摊开了，下面先停点。不是，我就讲错了一遍，真的就是一遍。我那个，我给自己，我要去给自己买那个，买那个那个那个。我要买那个英语书，不是 SS 以后就叫小 S 好吗 ？SS 以后就叫小 S 好吗？对他以后就是，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给你们看一下那个，就是等一下，等这个服务员走的。等他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高仿海底捞的那个芹菜牛肉汤，给你们看一下高仿的那个芹菜牛肉汤，就是仿海底捞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高配跟低配的区别。对，这好像那种康师傅那种里面的那种小牛肉，是吧？我给我一个那个什么，给我一个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一定会把英语学好。太差劲了，这就是低配，你们，但他们家的牛肉还不错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宝贝们，我要那个了。是吧，调料包都比这个，就是刚才那个人在这儿，我还不好意思说，你们知道吗？什么拜拜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刚才那个服务人员在这儿，然后我不好说，然后呢就是低配。好了，我先吃饭了，拜拜，我先吃饭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要退了，我装的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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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回去吧，回去再看一看吧，我真的要专心吃饭了，拜拜。